我是武庚，我也是阿狗。我娘曾经是神族的祭师，在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劫难，于是抽出了我的一缕善缘养在了人间，就是阿狗。兴国灭亡之后，他为了瞒天过海，便将我和阿狗重新的合二为一，所以我就是阿狗，阿狗就是我。白灿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和你坦白这一切，但随着我们慢慢相处，我却越来越不敢说了。为什么？我怕跟你坦白真相之后你会赶我走。我相信你，我也不会赶你走，阿狗。哦，不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武庚了？白菜，你不是说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都是你的阿狗吗？所以你可以继续叫我阿狗。不过我们要先隐瞒一阵子。好，真好。